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深夜的市民大道旁边，然后是宵夜场的汉堡餐车，这次是餐车侧面的样子。好，这家生意很好，但是每次我拍点击率都很低的一家汉堡餐车，哈哈。啊，这个是宵夜场的啊。今天晚上这个活动还蛮有意思的啊。啊，其实晚上的时候客人也蛮多的啊。好，那再就找地方开箱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现煎的双层起司牛肉堡啊。我现在就试试看啊。赞啊！满满的配料，满满的牛肉，很 juicy 哦，超好吃的。这汉堡真的很棒，而且是深夜版的。我可以看到这个汉堡肉汁整个爆发出来啊，很 juicy 啊，啊，这个满满的起司味跟满满的生菜啊，真的很棒，冰柚啊，哦，所以当然是满分了哦。大口满足啊，真的很棒。好，这样的活动连今天晚上还有三天啊。好吃哦，赞！哦，真的很过瘾啊！万恶消费时间就是这个汉堡了，赞，120分。好，超美味的哦。好，如此美味的美式汉堡，然后现点现煎，就等各位朋友来品尝，超好吃。如果能够找个三五好友，然后配着壁炉这样一起吃，真的很赞啊！满版汉堡肉，超棒啊！好，真的很美味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那紧接着就再来到上次在大安区碰到的那个无名面店啊，他们东西都蛮好吃的，今天就点别的。哎，老板娘你好，那我要干面系的，然后我还要您现在包这个是馄饨吗？对啊。好，那我馄饨汤这边吃，谢谢。好，细干面馄饨汤。哎，谢谢。好，先坐一下。好，那总之这家店它的汤头都很美味啊，在一个清新福泉的旁边啊。啊，现在这个干面就好了，看起来也很赞啊。然后还有这个辣椒酱油，老板娘推荐说加一些啊。好，现在就吃吃看啊。好，那刚老板娘讲说这个
有缘者的话就找得到这家店啊。我有问地址在哪，他说没有地址。有缘的人你就吃得到，没有缘的人还是找不到啊。嗯，真的有是那种旧时代的感觉哦，赞啊！那个肉燥香喷喷啊，哦，干面很 Q 弹，好吃。其实就在那个东区大块牛排的斜对面了，这样应该不会找不到了吧？今天宵夜都让我吃得很满足了哦，赞！哦，真的很棒！哦，不管是麻酱面或是干面，都非常的美味啊。哎，谢谢。香喷喷，香喷喷的好。吃过就爱上哦。还有这个汉堡餐车也可以试试看哦，他们汉堡也非常的美味。里面应该是有加一点黑醋吧，哦，吃起来很开胃。我要吃药。好，好吃的哦，赞。哦，很家常的味道，但是又很美味哦。再是馄饨汤，你看满满的好料哦。汤头还是蔬菜汤头，只是说现在很热了，所以我汤可能会喝不完。嗯，光这个汤头就很经典，然后这馄饨是现包的。啊，这个汤就很赞。馄饨大哥，哦，肉馅新鲜实在，扎实，好吃。我是刚吃的干面，感觉是这边的面，感觉有点那种外省式口味的感觉，哎，感觉上啊，有一点啊。刚好一个西式，一个中式啊。好，哦，超棒的。好，应该是要推荐吃干的了。不是呢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这个干面的酱料还可以沾呢。嗯，好，相当实在啊。肉馅很新鲜啊。
好，那我觉得都是满分，就等各位朋友品尝，你找到之后吃吃看，一定会喜欢啊，赞。啊，但就像店家讲的，就是他们用餐的环境可能比较普通一点，哦，就请见谅一下。嗯，赞。他们小菜也很实在啊。好，那口味非常赞的店家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